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风气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。耶耶耶！哎，好像似曾相识哎，上次也是这个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以前卖很多啦，这个应该超过五年了，我卖它超过五年了。从这个男女朋友开始买了这台车，然后结婚生小朋友变成保姆车，到现在换新车换更好的车卖回来给我，然后呢散播欢乐散播爱，我们就变成公益车好不好？这个我们用最节省的方式啦，因为先前的那个公益车都是让大家这个检查完一个程度嘛，回去那自己再自费，那这一次我们就先把它准备到一个程度再上来给大家竞标做公益，全数捐出好不好？那我们先开始检查，我先看轮胎，20年的胎纹还蛮深的，还有毛，这个可以省起来。后面稍微差一点，19年的，不过毛也都还在，应该开不多，都是放着比较多。好，看一下外观，擦伤，下雨天不好看外观呢。后保杆擦伤，做一些小擦伤啊，都蛮小的。好，这稍微补一下，这底漆都出来了，稍微补一下漆就好了啦。当初看着他连小朋友一起来，老婆一起来，我都觉得很感动，代表这个车帮助他的成家立业，不然他不可能开那么久。我说卖他一台烂车，他也回来找我吗？会回来拿球棒。哎、欸，这台比上次的好，我记得上次是三门的，这次有五门。你看有没有看到那边有那个安全座椅的印子？有没有？没有好小的，真的啦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小朋友，而且内装还不错，驼色内装的，你看还不错。就这边上车稍微皱皱的，有没有？可以，而且这一台是有双安全气囊的版本，主机还换成 Alupin 的，好不好？内装应该是蛮节俭的，内装都不用花钱的。看一下引擎室，不会啦，我卖给他们的车体质原本就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再加上定期照顾，对不对？还好啦，油气而已，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钱要花，稍微油气而已。然后皮带还有字样啦，不过也要再检查一下，有字样不一定好。这发电机应该中间换过一次了，还很蛮亮的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水箱我看一下，水箱比较旧啦，这个我们如果没有漏水，应该不会特别换。好，看小陈检查怎样。那你如果让得标的人他觉得担心，你自己预防性再更换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就检查一些基本的耗材，那稍微的渗油我觉得可以接受，真的漏太夸张我们再整理，对不对？因为代步车便宜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这电瓶107年的啊，那这个可能我们会把它换新的啦。啊，水啦，水要洗了，黄黄的，脏脏的。好，然后方向机油也不用检查，刹车油那个给小陈检查。OK， 我觉得蛮不错的。啊，那我们去试开一圈好不好？哦，跑17,711。这个真的是当初我卖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当初我装了很多这个，它这个原厂是大面板，那后来改，我们都把它改成弯顶的，会有一个杯架，然后这边有个置物盒，可以放回数票什么的。我先看冷气冷不冷，有，马上来了，这照顾还不错。你看这个风扇的叶片都没有松掉啊或断片，不要说我们韩国车怎样，我们以前卖很多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代步还可以，保持的好还在啊，大部分都嘛已经寿终正寝。温五 SRS 两颗。那边一颗，这边一颗，应该有 ABS 哦，我看一下，有，你看我们有 ABS， 好，试看，我觉得有可能底盘会有声音呢，我试看看。有时候二手车就是这样哦，如果车主照啊，不行，这引擎脚应该有一只是两只要换，这个油门踩起来就知道了，引擎脚应该要换，好不好？这个到时候给小陈来处理。刹车还 OK， 稍软，可能刹车油也要换。要修啊，震到的，我受不了这声音嘞，大家喊他电一下。它这个其实这一代有会黏黏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它这个应该是已经清过了。你看它现在呈现一种白白的状态，环保漆之前已经稍微清过了。哦，这个节气门什么都要清一下哦。我讲的要记得看跟小陈的match不match呢？没有match再剪掉了。没有，不用，妈，对不对？新生怕过又洗车，打卡波打车下狼波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会有 loss 的时候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来印证一下。快啦，这个代步还是 OK 的。我跟你讲，油水电固好，这个车还是一个活龙，吹起来还 OK 啊。变速箱油有可能要换哦，因为换挡的时候觉得有一点啊，方向灯拨杆坏，右边的方向灯拨杆坏了，它左边是会卡住，对不对？可是右边卡不住，要自己撑着。对，右边卡不住要这样。这方向机拨杆要找一只沙漏的来换，还是看新的多少钱？好开啊，阿戴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幸福。如果你今天你比较没有那么贪心的话，对，买一台这个好3万块、4万块整理好，我有比你摩托车贵吗？不能开吗？可以吧？还有雾灯呢，看不会亮了，雾灯坏了。
哦，雾灯要修，记起来没？搞不好它是好的啊，这是按钮的灯不？好啊，这等一下研究一下啊。好啦，因为哈、哦，我后来觉得啊，我们定期在做这个公益活动，也真的有蛮多粉丝、观众朋友都来参与，很开心啊。其实哈、哦，不定期都会有很多的人私讯来问我说，小师有没有那种三五万的车可以卖我？那今天不是没有，我很多。但是你知道，以我们现在的状况，我们卖三五万的车一定是没什么钱赚，然后他一定也是老车，好，一定是旧车嘛，所以他回去一定都会有小问题，大问题我是觉得不至于，一定都会有那些零零后小问题。卖一台车赚没有什么钱，然后你有问题，你回来一直找我，或者是弄得好像小师卖你一台很不好的东西。你知道，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，其实赚钱已经不是首要了。我为了卖一台三五万的车，好，算我零成本呐、啊，赚三万赚五万啊，换来人家觉得说，哦，小师卖我这个代步车好烂，划算吗？应该不划算吧，不值得吧？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偷吃？不值得嘛？你为了爽那一次，然后妻离子散这样，啊，那你觉得划算吗？不划算啊，那就多几次就划算了。啊，所以呢，有一就有二嘛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。对，偷一台车跟偷两台车、偷三台车，罪应该是差不了多少。这偷洗下去的概念，你要弄到价值对等为止嘛。所以为什么偷吃都会不止一次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盘都死啊。啊，好不好？大概就类似这种概念。所以不划算呐、啊，我们卖这种代步车不划算，我们真的很多。可是我吼、哦、情愿能用的整理完来做公益，我也不要吼、哦、卖这个车为了那个几万块，讲难听点，几万块利润也没有几万块，然后弄得鸡毛鸭血，我觉得不值得。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啦，不要拉太多了，好不好？你代步很棒啊，放个饮料什么，插个那个可以听哦。Linky 下雨 OK 哦，还有天窗啊，哎、欸，叹息，这看那这样卖七百万吧。哈哈哈哈啊，浪客啊，还有天窗哎、欸！我告诉你，没有漏水，好不好？雨超大，好，我现在就来开天窗，好不好？来喽，上掀，打开 ，OK， 有没有？会不会关不起来嘞？没有，我在试有没有one touch，关起来啊！别再玩它，等下把会玩坏掉。好不好？那这个现代汽车 Gas 我记得是 1.4 的，那这个到时候整理完，那我们就直接公益车，每次都给科批那个麻烦。我们这次换我们看一下，哎、欸，雾灯有哎、欸，有啊，哦有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它灯哎亮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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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它不常开雾灯啊，然后没有常在做三宝。OK， 雾灯是好的，赚到你看，好，那就期待阿呆修一修，然后最后上架做公益，耶、yeah! ，我好开心哦，有一台好车做公益就很开心。好，下次见，走。事后不理是渣男，负责到底是暖男。风爸买了不怕会算盘。走走走走走，直接出发。哦呦，有没有刹车？反正我这一个印象就是很陡，很陡，还好吧？那天很陡，也有开冷气的、啊。我那天在移的时候也觉得很陡，刚发动的时候真的很陡，是吧？对啊，刚发动的时候，然后踩油门也很陡、啊，说真的，还是冷车比较陡。有什么声音？你这边帮我看一下手套箱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手套箱有没有？没有，空的。还是这个？有可能是这个。又修，这不就要压着？啊，我帮你压着，你开车。压住就没声音了。对啊，压住好像就没有了。那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它的自备架。不过至少底盘是蛮安静的，避震器的协调性也还不错哦。没有说什么特别晃，对啊，那个、吸震效果还可以。哦，那看起来这一台可以哦，应该不会太难。希望等一下顶起来全部都是干的。刹车呢？刹车这样踩应该是够的吧？可以用。等一下回去看一下剩多少。对啊，回去看皮剩多少，盘子也没抖。对啊，你看现在这个状态还好，是正常的，是不是？理想啊，对啊，都是正常的状态，然后放谱也是好的，应该就是内装的声音的吧？对啊，听起来啊，像塑胶碰塑胶，因为底盘听不到声音，哎、欸，这个怎么那么松、啊？我想说只有这个，就整个，结果是整个，所以我等一下帮你压整个，对，等一下整个把它压着，因为我一直听到有声音啊，一个用脚，一个用手，这应该。这应该可以。哎呦，好像可以快快乐乐了。对哦，难得哦。我们是不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呢？不会啦。
因为基本上这台已经卖过了，大保养应该都有做过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刚刚我们在讲话的过程中好像就没声音了。对啊，好像我顶着就好像顶着就没有了。对，那现在就只是冷车启动的那个部分，它的抖动比较大，先处理好。避震感觉蛮健康的，应该不是我的错觉吧？不是。这台还蛮稳的，说真的，刚这样开六七十这样转弯，其实它协调性都蛮好的。如果我们等一下顶起来看，检查一下底盘，哦，好像蛮顺利的。是啊，非常好。希望底下顶起来是这么顺利。我们顶起来看吧。优秀啦，带快，快点，啊，干干净净的，多好。对啊，有。连灯都不用看，干净的，干的哎，是不是舒服？那发电机新的哦，你看，亮的，对，对啊，这边都布光了，对啊，现在布了，对啊。然后来，我们刚这个皮带要换，已经开始裂了，你拍得到吗？有，这边那里有两段，有没有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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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开始裂了，对，开始裂了。然后我们来看水泵浦，来水泵浦，我们从下面看，这个水泵浦看起来是有换过，看起来有换过，对啊。啊，连那个贴纸都有哎，哇！水泵浦上面还有贴纸，有拍得出来哦。有拍得出来。对啊，有贴纸啊。也有胶，胶有滴出来。对啊。当初有打的胶。没错。水泵浦也换过了。对，啊、旁边那个是氧化，这车放太久，都氧化了。OK， 好。对，所以水泵浦不用换。对。然后我们刚这里分动轴防尘套有没有？分动轴油都喷出来。哦。有吗？这一条直线就是分动轴油喷出来。所以裂了吗？裂啦、啊，不然就不会喷出来了、啊。但是不是从这里喷的、喔，是从这里。对啊，是从这里里面的裂缝。对啊，有啊，中间有一条，这里裂缝越清楚了吧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嗯，这里裂缝，从这边油喷出来。避震器有漏油吗？那一边看起来没有，这一边也没有。哦，看后面。后面我刚看还好，裂缝吗？没有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加油管也没有破啊，最恐怖的就是这种接头，跟这个橡胶管，这个是塑胶管还好。哎呦，很好哦，优秀哦。碟盘的部分，碟盘的部分皮要换，皮比较薄，盘子这个吃起来蛮平的，蛮均匀的。对哦，应该把皮换掉就可以，轻松啦，可以叫料啦。等一下，引擎盖还没打开，哦，引擎盖还没有开。欸、看起来不错呢，没有漏，都干的。哦，这台车可以哦，是不是都干的？注意看后面，都干干的。都干的，对吧？可以哦，没有漏水，非常好。好，空气芯、冷气芯要看吗？还没，顺便看吗？够不够新？很干净啊，非常棒，这台车真的很棒。所以我们要换刹车皮、离合器、皮带。然后现在就是引擎角看一下，然后检查节气门、分带数马达、哦，还有老板说的变速箱油，还有水啊，还有水管。对，突然想起来，他说这个，这个很硬，是吗？还好啊，还 OK 吗？还好啊，不会哔哔表表啊，不会感觉捏起来有东西，对，有爆裂的那种感觉。来，这个是变速箱油，脏。嗯，其实还用是还可以用啊，只是你说脏吗？就是有用一段时间了，正常是比较鲜艳的红色了，它就会变成比较暗的红色。好了，再来、水是不是？哦呦，哦，这个不是黑而已，哦，这个已经漂浮物都跑出来了。那这怎么清？这个就是就换水，然后一直先把里面的全部用洗的洗干净，就一直循环的循环，对，要循环清洗。然后剩下的就是节气门，这个水盖子先放一边吧。好喽，揭晓答案喽。嗯，是没有这么夸张的，还好了，没有太脏了。嗯，我收回刚刚的话好了。哎、欸，你现在看，来，你现在来这边看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还好？就是跟以前拍的那些比起来。对，我是以 CRV 比啊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你现在准备喽，惊喜要来喽。里面是黑的。外面看起来干净，里面对对对对对，啊，这个就是要清一，这个还是要先清一清呢，然后再来就看这一颗，这个是什么？怠速马达，来这边全部都卡住了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，哟，你有看到、哦、看到没？
对，这个里面都是，等下清完你就知道多脏了。也是用清洁剂喷的？没有，这个要用泡的。哦，这泡泡哦。对，跟白博士一样，有没有？因为这个卡太厚了，有没有？都黑的。好脏哦。对啊，这个卡太厚就是要给它用泡的。对啊，这个就给它泡着，然后把它里面那些鸡的碳啊，那些都把它溶掉，这样就比较好清了。不然有的时候那个碳很硬啊，它不好清。对啊，它就用泡的。硬烤也不好。对，硬烤也不好，它就用泡的把它泡软，泡软之后再清，我们就会比较好清。其实现在就已经有颗粒喷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这里有颗粒，这里，这里也有。这边其实旁边也有。对啊，这个都是啊，嚯，精彩了。好的，有吗？OK 的。现在麻烦了，因为我要把副水箱拆起来，拆起来洗。你可以看得到下面正下方那一层。对啊。对吧？就是有那一层，剩下就是清水弄不掉，就要用清洁剂。沙士比你上次说的是很薄了是吗？我记得你上次没有量，你用看的就上次用看的就很薄了，它不用量，你看够薄吧？看原本这么厚，这应该一般人都看得出来是要换的吧？干嘛这样？好了，旧的，你看都破了。里面都干了，都生锈了嘛。因为这个也是，这个这边还有一点油，可是也锈了。好了 ，OK， 好了，这样就行了。再来就要换皮带，先从最外面这一条开始换。这样我们就拿下来一条了，哦，裂了，都裂，裂光光。变速箱油我们就给它滴干净一点，那在这同时我们就可以拆传动轴。那我们是里面破掉吧？对，嗯，这样就很明显。发喽！你看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得到里面水多脏了。刚加进去的。对。马上就变咖啡色了。对啊，然后等一下跑一跑，循环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漏水。震动还是很大，等到时候好了再试一下。要修哦，这个震动好大哦。对啊，比上次还大呢。看来我们真的要换两只引擎胶了。我左右两只哦。对，好了，阿呆，你看，你可以摸上水管了。哎呦，只有要换的是下水管，下水管就有碎碎的感觉。对，明天我再叫来换。第二天。对，第二天了。那我们水已经把它洗干净了。洗干净了。你要露出来看好了，因为这样看不太清楚。哦，是不是干净？干净哎。差很多吧？差很多，跟昨天差很多。对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先拆下水管，等水漏完。然
然后你可以先拍这个，我们覆水桶，覆水箱洗干净，泡了一个晚上，里面，很干净哎，是不是？一个晚上。我们先加水，加压一下。我们换了新水管，我们把水先加满，然后加压，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会漏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就是测水箱测漏的。所以现在把压力打进去。对啊，你可以看这边。那我们压完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检查每个水管的接缝处。目前都没有看到水跑出来，因为压力都还保持着。如果有漏水，压力就会释放，泄压。让它滴干净一点吧，我们等一下加水箱钉了。OK， 就等引擎脚来吧。都断了，都断过，都裂了啦。对啊，看得到。知道为什么了啦，它已经顶到上面了，顶到上面这个，有痕迹，有看到。那你看新的有没有？整个沉下去了，跟这个比，这应该很明显吧？上吧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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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搞定，搞定，太好了。今天应该完工了啦，可以了吧 ？OK 吧？应该不会再有了。这跟第一次试的声音，第一次没什么声音哎，这次声音比较多呢。对啊。你有听到吗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好像真的有声音哎，你再仔细听一下吧。这个没有。这个有，这个有，有没有？有听到吗？有听到。那你上次有听到吗？这没有听到。上次是不是没有声音？对啊。这个声音要吗？第一个不是避震器就是方向机，可是我们第一次试的时候真的没有听到声音。右边吗？右边比较多一点，你那边？对啊，我觉得你那边比较多一点。我听起来是右边，不拍了，等一下回去点起来看。是吧？不是这些，只剩下苦用了呢。编辑了，要再拆了。不用，你找到了。来，在这，你要从这里拍，然后我摇有间隙。好了，气死啊！我想说没有东西的啊，因为我们听到都你那边的。比较多啊，我看一下这里的，哇，这里也是有缝，有啊，有啊，这边比较小。下礼拜见，这样子吗？对，也只能这样子啊，现在也叫不到料了。出来了，这旁边都裂了，你看这洞，洞差很多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还是有裂，都裂到里面去了。好了，进了，出发吧。还是没冷气哦。你刚刚说有几种原因，可能？有可能这个主控啊。面板的问题。对啊，对啊，你要再看吧。我们先试车，没有声音了，没有声音了，没有了，确定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刚刚那边路那么烂，对。对来喽。
没有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了，吓死我们两个了。过关了，过关了，可以了。可以开窗户，可以开窗户了，可以开窗户了。对，重点是可以开窗户。过关了，过关了，剩冷气了。我觉得应该是面板这边的问题，没关系啊，现在有时间看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喽，我们冷气用好了，就是这个离类坏掉。这个坏掉。对，这个坏掉。那我们把这个用好，对不对？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开关。开关。对啊，那开关定不住啊。AC 的那个开关有没有？所以现在冷气 OK。冷气是好的。但是这个开关呢，要一直按着，然后要一只手一直按着，压缩机才会启动。哦，对，卡不住，卡不住了，所以要找一个按钮来换。对，那所以就再找按钮吧。就找按钮，反正要找方向灯拨杆的，那就一起顺便找那个吧。对，一起找。那这台车又不能完工了。对。好不容易试完没有声音了，结果没冷气，突然间没冷气，没冷气，反正确定是有冷气的啦，只是按钮坏掉而已。冷气是有冷的。冷气是有的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这个我们公益车终于整理好了，锵锵，两万块，你老实。我们除了捐车以外呢，我们还要捐整理的钱，一并都要捐出去。也就是说，这台车到时候标多少钱，全数我们就捐赠出去。好啊，很多观众朋友会问我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公益车多久会有？好，我们希望是至少每个月一台。那如果有这个一个月两台是最好。因为要看我们的产能，要拍片，要整理嘛。好啦，不管啦，反正这个心意比较重要啦，我们就是一直持续做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标题之后我们就打上八月份的公益车，一元起标。一元哦，妈的，如果有这么下贱，我们要捐钱，他标一元标中了，我也是帮他捐一元出去啊，我也是笑笑而已啊。我相信大部分来标的人都是有需要的人，需要代步，那也手头没有那么宽裕的人，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情呢，一举数得小城也有工资可以赚，零件商也可以赚到钱嘛，买的人可以帮助他生活，捐的人也有积积阴阴德嘛。所以这个真的我觉得还不错。那整理的费用我们就放在旁边，就大概是一些机油、变速箱油啊、引擎角啊、底盘的力啊、嵌所有的皮带、来令片、水管、下水管而已啦，火星塞、平均杆、橡皮、继电器、清洁剂、传动轴、防尘套，还有科皮修的方向灯拨杆跟 AC 的按钮，就这样嘛。然后内装我们也经过了完整的清洁，你看这内装跟当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好不好？那就是有一些小地方好像我们就没有做嘛，比如说像这个都有一些灰白泥尿，可能被猫抓的，或是被跳石打到点漆的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我们就不做了。然后哦，这里有一些擦伤，我们就不做了。然后代步车嘛，啊，这到时候要再点漆点一下。其他其实都照顾哦，这里有一点点，有没有？还有这一些些小磕碰。后保险杆我记得也有啊，哦，这里。好，反正整个漆面其实都有一点点花花的啦。啊，对，第一个我刚刚看啊，讲一半怎么办？你又要卡接了，然后大家又要说妈的阿呆最近剪片一直跳一直跳。那不是我的问题啊，那不是我的问题，要不然是什么的问题？讲的人的问题。我的问题。啊，那你不要剪，你就这样从头放到尾，你都不要剪，一刀未剪，要不要？干就不会跳啦。啊，这部片会很久哦。没关系啊，他们不喜欢跳啊。我要补啦，刚第一点是说这个多久会有一个公益车嘛，对不对？我说明过了。第二点是公益车怎么买，我们有公益车的 YouTube， 请点开下面的资讯栏就会有写叫你去哪里看，他会把你导到我们的 FB， 我们 FB 就会有这个如何标多少起标，得标以后该怎么做，你才不会被取消资格。好，然后你要公开分享，然后你就可以出价了嘛，就这么简单而已啊，你就在留言出价，时间到我们就以最高的为原则啊，好，然后次高的就候补啊，然后我们联络你多久的时间你就要回复我们，多久时间你就要来看车，没有办法达成要求我们就找候补，就这样简单就好了。好，那这次的这个我要捐给动物的相关的，好不好？
我可以选啊，这台车是我自己捐，因为有一些车是好心的观众捐给我们的，那我们就是带他做公益。如果是别人捐的话，就是他出这台车，我们出维修的部分，然后一起捐出去。那这台车呢，就是我们自己买进来，我们自己就维修，一起把它捐出去，好不好？出门试试看，小陈整理的怎么样？跟上次，我上次有试对不对？对啊，都试过。好，出去试试看，走。说，不正哎，变超稳。你看，我现在发动，而且入档，超安静。哦，底盘扎扎实实啊。啊，这个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这里有一点像环保材质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建议是买一个避光垫把它遮起来，不要让它去恶化掉，眼不见为净就好了。可是这台车真的，我认真讲哦，这个我在店里随便标个58000，保证秒杀。不要说58000，68000，我觉得都秒杀。没有啊，因为你现在旧换新就50000多块啦，啊你买个58000、68000回去开一年，你还是可以补贴啊，因为还要选举嘛，所以不可能取消的嘛。我是觉得58000、68000，好标的人注意一下啦，好不好？虽然你标高，这个钱都不是在我身上，我都全数捐出去。可是这个除了一个，这个是做爱心的表现。那第二个，真的这个车我要放在公司58000、68000，因为我光整理就20000了啦。啊，这台车再怎么当工啊，我现在直接上宜兰没问题呢。底盘安静，冷气冷，引擎顺畅，油门踩起来顺畅，该修理的也都修好了。哦，小灯也会亮，哦，大灯也没问题。你看油灯也会亮，有没有？帮你测试了，油灯是会亮的。哎，油车没有油灯呢，以前开到掉价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没油啦。以前有油表吗？有油表啊。对啊，快到你去加油就好了。就是会想撑嘛，人都会想撑啊。比如说洗澡，我跟我老婆都会啊，我们两个都在撑啊，撑看谁受不了，先去洗啊。或者是家里的碗嘛，吃完饭就会泡个水在那边啊，然后大家就撑啊，撑看谁洗啊。然后另外一个说，你怎么吃完不洗啊？没有，先泡水嘛，有油啊，先泡干净啊，把粘碗啊，不好洗啊。有时候老板交代事情也是会撑啊，不会吗？对不对？你问泰山，大家都会撑啊。其实我个人是蛮推崇说，我是没有女儿啦。如果有一天我女儿有没有要跟男生出去约会啊，我真的会很希望那个男生有一台车开。我不是说哦，跨管不跨给，就是一台特斯，哪怕是一台特斯拉也好，我是真的这样觉得啊。你没有来，爸爸接你，要有驾照才可以啊，不要骑摩托车出去玩。当然我知道我们自己也年少轻狂，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哦，都把起来载妹妹有没有？椅垫要打蜡，后面的那个把手要拿掉，刹车要往前滑，因为它改斜的啊。你没地方抓，我看你抓哪里。然后那椅垫还要去汀州路那边，以前很多机车行哦，改坐垫的，削平，然后坐垫改小，吼、哦，这样坐才会近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才会扶着你啊，他就算不抱，他也要扶着你。要不然摩托车一吹，什么时候人掉在哪里都不晓得。可是哦，我讲真的，真的蛮危险的。骑摩托车，我们自己也摔过车。哦，我很多同学在骑来累残。你卖看呢？有的骑来，你看路的嘿，这乌托邦穿 deco， 看他就辣呀呢。吼，我骑来就辣呀。停红灯手还在那边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等下收嘞收嘞，有无？很多吧，很危险。还穿一个 deco 累残，早因那卡腿骨也拢疤痕。你敢一点给人穿？我就有朋友在七大勒残，整片从屁股这样有取吗？没取啊，也是分手啊。你一个女孩子家这样值得吗？你说勒残那个已经算是小事情了，挂掉的我都没说了。有的我都在懂啊，后边飞出去漂移，掏钱的呵呵，新闻也是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所以我真的认真觉得哈，如果这个当然经济允许啦，不行，我恁坐捷运坐轻车嘛，不要紧嘛。我说，如果假设我身为人父的话，我会这样子想：女儿跟着摩托车出去玩，你在家里担心，你就担心死了。所以哦，我真的有看我们节目，这个男生哦，有年轻人哦，你真的要注意哦，不然你就乖乖的骑慢一点，慢点消配。我在那边扭来扭去，不然扭啥小，我很喜欢在那边扭，就回忆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代步车不要下。我讲了那么多，我讲了他妈的5-6分钟，就是要跟你们讲什么？有钱没钱，买个车子好过年。好吧，讲那么多，注意安全。好啊，这个车子也试好了，那音响 AUX 可以接手机，哦 USB 可以放 MP3 歌曲，阿鲁宾的，应该共轨啊。好，你枪弄派阿鲁宾可以弹。好，这以前的传奇。好不好？好啦，那记得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好，记得多多帮我们分享、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那就看资讯栏，飙下去了，好不好？拜拜。
早く正八角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